71岁洪金宝近照曝光，与两个孙子外出摘草莓，满头白发肚腩抢镜。功夫巨星洪金宝这些年很少出现在银幕上，但粉丝都非常关心他的状况。近日，洪天明晒出了父亲洪金宝的近况，透露昨天是他71岁生日，一家人去外面摘了草莓。71岁的洪金宝头发已经全部白完，身材十分圆润，即使坐在轮椅上，大肚腩依旧抢镜。由于早年洪金宝拍戏时腿部受伤留下了旧疾，这些年洪金宝出门都只能依靠轮椅。一直以来，洪金宝的身体都不太好，前几年他一度暴瘦，照片曝光后，很多人直呼没认出来。好在洪金宝的身体又恢复了过来，虽然要坐轮椅出门，但状态比之前确实好了很多。去年，洪金宝还客串了任贤齐的新电影，他拄着拐杖出现，站在中间依旧气场十足，完全有大哥的风范。洪金宝非常喜欢去菜市场，住在内地时，很多人都在菜市场偶遇过他。妻子高黎红一直紧跟其后，身边还有保姆和助理，阵仗可谓相当庞大。如今的洪金宝已经71岁了，希望他好好安享晚年生活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